新捷庆合唱团，他们成团以来第一场这么盛大的演唱会。新捷庆合唱团，他们是在去年9月7号成立的。成立以来，他们有很多想要发挥、想要实现的梦想。今天不只是他们的梦想要实现，也带着大家对他们的期盼，趁着歌声进入到美丽的歌唱的梦的世界里。好，那么新捷庆合唱团就是一群喜欢合唱而且很仰慕他们指挥陈云红陈老师的所有爱歌唱的朋友们所组成的。这群老中青三代都有的爱歌唱的朋友，他们完完全全都是因为兴趣而结合，所以呢他们演唱歌曲上默契十足。那么在这个团演出之前，我们更要感谢的是他们的荣誉团长娄子琼娄团长。待会呢我们也会请娄团长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现在我们先用掌声来欢迎所有的团员。受我们尊敬的长官们、前辈们、贵宾们以及俊男美女们，安利今天各位是来听演唱，不是来听我庸常讲话的。既然受到主持人的使唤，不敢使唤，那鄙人就借此这个机会把我的心里话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新捷庆合唱团成立以来，今天是第一次的演唱，那有各位的光临，我们感觉到无限的骄傲，无上的光荣。将来你们的光临就是我们最热烈的支持，你们的掌声将是我们最好的奖励。今天当然，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讲的，我们这个合唱团是成立时间不久，我们是个小小的合唱团，我们只有80位，但是他们的素养，虽然他们是业余的，他们的素养由于陈老师的指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专业的水准。
而且我一直奉劝我们的团员大家，我们要有志向，虽然我们只有80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合唱团，我们要有何止的力量，发扬广大，我们要走向国际。那么今天你们的光临，听他们的歌声，你们知道他们确实有这个本钱可以往国际走出去。但愿今天你们的热烈掌声，你们会得到我们天蓝伴的声音的回报，是你们心旷神怡，他们完美的演出是你们赏心悦目，这是我们的回报。那么最要紧的还是你们的各位光临，你们的指导。最后受到团长的吩咐，嘱咐我，他说要我讲几句西班牙语，因为他的嘱咐，所以我就很恶补的练习了几句。那么我今天也就来卖弄一下吧，请各位西班牙语的专家都会知道。第一句 Viva Novo Festival， 新街信合唱团加油。第二句 Muchísimas gracias por su venida， 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指导。Y que tienen ustedes tienen muy feliz y buenas noches。 第三句，但愿各位今天有一个很完美很愉快的夜晚，谢谢。 Gracias。 谢谢。Thank you.
阳烛难。
Thank you.
Oh.
Thank you.
飞得唔通是金鱼，河汉爸爸来杀鸡，别一步爽快马达鸡。Oh!
中学习台湾光复六十周年，所以陈老师特别选唱了一首很有意义的歌，不是正面的慷慨激昂，但是却也是能够撼动我们的心灵。因为在抗战时期唱的歌曲激励了人心，也让我们最后获得了八年抗战胜利。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有三大合唱曲啊，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跟江南三部曲。那么黄河大合唱大家都知道气势非常的磅礴，那么流亡三部曲呢，从这个流亡的字眼上就可以知道它所带来的那种离家很痛苦的心情而引发的抗敌的意志。江南三部曲同样非常的感动人。说到江南，曾经到过大陆去的朋友，或者是来自江南的朋友，对这个地方应该有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在抗战时期，在战争的蹂躏之下，家园残破带给大家的是悲愤之情。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看这首歌曲它在表情力度节奏跟速度上所带来的那种扣人心弦的表现啊。所以用我们最祝福的心情，希望这一首江南三部曲也能够带给我们大家对抗战时期付出生命的先烈先贤们致上我们的敬意，也为创作歌曲的这些音乐家们致上我们的敬意，也为今晚带来江南三部曲的新节庆合唱团带来掌声和鼓励。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江南三部曲。
献。我的地
间9月27号，9月27号。